细说台湾。当众化解这宿命，得不到老母谅解。大嫂玉冠对嘛是百般刁难跟枉屈，也是正所犯坏金嘞，对这款情形是真看不住。但是这个时阵又阁无多出手相助，真的是真无奈。因为讲一个，所以金磊知影讲，在人世间什么会叫做感恩，而且金磊这个叫金名，却全留下珍珠泪。啊，这个不是珍珠嘞，你老白说会变珍珠？玉官看到这个真金名是足激动的，就开始对金磊安尼这也吐那也吐，看到玉官这样笑谈，秀莲就暗算讲要找机会将金磊也带走。那这时阵玉官竟然欢喜一个煞动了胎气，好家仔无去动了胎气啦。多谢你哦。阿母啊，迄个囡仔呢？袂用走去啦。我来出诊费，莫多先我一个啊。阿大夫啊。你也知影吼，阮家吼无啥钱啦。看你啦，看你啦。一个吼，看计得了偌济，当阿弟你的出诊费啦。哦，你老只宝贵珍珠啊！玉官啊，你是要去对啦，林妹啦。阿兰，一定是秀莲甲抓走。这个代志啊，拢是误会啦！我煮一顿哦，足粗糙的料理，要请你呢。行，咱家煞来顿，行行行行。是。好啊，你即摆啥啦？我请你朋友是袂用的哦。啥啦？来来来，行，行，煞来顿，行行。在这个关出的秀莲跟金磊时阵，这个大夫也关来到庄阿头上好爷大财主周进在引导。大夫啊，
啊，你这药啊挂落是有效无哈？有啊，一定有效啦。根据这本草纲目讲法吼，这种珍珠粉哦，那抹在面的哦，会好面色。啊，那抹在皮肤的哦，会让你这胎记渐渐啊消失，会渐渐啊好，就是讲会较水款啦，会免烦恼啦。正好是亲像你讲来呢，也啦无，你就知死。我这台机失地，心渐渐无去啊！啊，对啊，对啊，赵老板，哦，好真济呢！来来，跟我。啊，不过这一粒尔，啊，都拢给你抹了啊！哦，大夫啊，啊，你来给他传一粒啦！赵老板啊，啊，深海珍珠真宝贵呢，啊，你唔同花钱，我唔知有花多少可以买。只要会当给我台机哦，完全好，开偌济都唔是问题啦。啊，对我来小忙代志，行，行啦。来，吃这啦，这超好吃的哦，一嘴啦。啊，无这啦，这真好吃呢。你这嘛是安怎？我找这青草的点心要吃呢，一嘴都唔敢吃。你是嫌我生意无够是无？喂，你这嘛是在搞朋友？就去啥帮我阿姊吃，阿姊。啊！这久刚刚没吃饭啊呢。哎，叔叔，哎，你还够有珍珠无哈？那珍珠真宝贵呢，有人要开200块给你买呢。真的？哎，啊，真的。为着要得到稀世珍珠，用两个袂用的，用关键的用硬呢，将金链给绑在树下，替苍头要甲吓呢，也想袂到玉官家己煞叫苍头吓，干咧目屎流目屎滴，但是金链煞拢无什么反应呢。你啥呐？你唔捌啊你？跟谁无听哦？哎，阿叔啊，这小米啊，哪一只拍鬼啊？啊啊！你敢干呢？哼！哎，我笑呢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他，给他了，我笑。哈哈哈哈哈！阿叔。你妈呢？你今日又真是一个你个出卖我这指令呐！玉官呐，打你啦！你妈在这个破事头，算了，就这样。哈哈哈！哥，是呢，你敢考？你考！哈哈哈！我怎么相信呢？我无你话啦！玉官呐，打你啦！算了，打你啦！要关了！我怎么相信这个呀？你袂老么衰了？阿叔，你好了？啊，笑了！帮派了，你老青云回来，阿姊先给你吃一点仔药啊，吼。想袂到，不管药官甲金链安怎拍安怎骂，金链都是吼袂出来。但是秀莲解抹药的时阵，都唔知安怎掉的，都感动到目屎一直流落来。金链所流落来珍珠泪。将会为伊带来什么款的麻烦呢？周信才为着要得到珍珠来治疗古年的胎记，到底伊会变出什么款的手段呢？
秀莲真细只替金丽抹油啊！我唔捌人间世事的金丽，除了学会晓什么叫做感恩以外，佫知影讲什么会叫做感动。本来金丽唔知影讲什么物件叫做目屎，一声受到感动，全金主人佫流露了金珠泪啊！你这么看起来精神过真好呢。哦，计划水哩。大夫啊，那是哦，你的医术好，啊，你吃药啊，吼，把我身体吃了好，我巴肚内面哦，给你感谢呢，这拢是本运气啦。我一件代志想要跟你问的，你哪有这个珍珠啊？这个青麦珍珠真珍贵呢。哎呀，伊安尼甲我问，我是要安怎甲回答呢？啊，这着，阮阵啊在世时阵留的啦，啊，剩些尔啦。啊，我有代志哦，我先来走啦。啊，算惊。别人会相信你的话，我是无遐尼好骗。连我周进才拢无用，你记得？大夫啊，啊，将珍珠磨成粉，送来阮家。哎，周老板，啊，你顶回干那花定金尔呀？啊，剩后边这钱，你怎袂还我啦？你是惊我家己走回去？哎，我看啊，这摆的钱不能你拗去嘞。啤酒啉煞了后，金丽老爸老母、红丽甲白丽。大醉三更三暝才精神起来，这时阵才发现讲，因的宝贝仔家今日拍无去啊！因两个足着急的，四个叫人探听因囝下落，但是咧沿路一直问一直问，到到尾啊，完了无消无息的。哎，中着！你看我这囡仔，这款啊，走走的，哇，好嘞，哇，中好了。哎，拍摄我去你起来哈，我前边啊，怎么这管呢？你看过不？走，哇，哎呦，哎呀啦，哎呀，拢是你啦！大家吼，咱请你啉烧酒，你就啉到醉茫茫啦。你看，你那无记啊，你拢唔知影。吼，你敢讲我？你那你讲我无？你不敢讲？哎，啊，你今麦是怪我，伊那唔是你的哦。那不是当初，你搞我灌酒醉哦。你给我花刀，出来就这么好的宝，一个这么好的囡，好哪路用啦？他这么判给你啦，起来，起来啦，紧去追啦！阿母，我实在无法度阁予阿嫂安尼继续利用金丽，而且阿嫂伊对我嘛有足侪无谅解的所在，所以我想讲，带金丽来去找伊的爸母。好啦，我看你嘛无法度，阁再甲因阿嫂做伙生活落去。我都无法度伫你的身躯边照顾你，哄待你。你家己都爱保重。
爸母呢真正找位家来，到底为金内苗文带来什么转机呢？今天去找他的父母，让他们一家团圆。你是头脑坏去哦？我真不简单才发现这个财神爷呢，哪可能放他走呢？阿嫂，阿嫂，人做人哦，不能这么超过，你不应该这么小贪啦。你是在给我假死哦？姐，我下来。哦，你哦，对你哦，别后边走嘞！我头先我过来要看人，真正是。哎呀，好啊啦，见着就好啊。这位姑娘啊，咱拄只唔是有拄着？对啊。我问你，敢有看到一个十岁囡仔？你哪敢讲无？我都唔知讲哦，伊就是恁囝啦。囡仔啊，你哪会无甲我讲哦？阿爸阿母在找你。煞袂记哦，请问恁贵姓哈？阿公姓李啦。嘿啦。啊李老爷，李夫人哦，我姓王啦。啊，今天我先抓走啦，哈。恁囝伫个我这家大遮侪工，啊，恁即马跟我抓走就抓走哦，敢唔免表示的？表示。哈哈，对啦，表示哦，阮对你的感谢啦，哈，来感谢感谢。感谢哈。唔免客气啦。老爷，李夫人，我想哦，今天一定就收您了，您紧甲带回去啦。好，我们先来走哈。来，阿姊，我若是走啊，你是要安怎？阿姊不要紧，你紧甲你阿爸阿母回去，好，紧。我们先来走啊哈。哎呀，你来走好，我家里。目睭金金，全看到财神爷去用带走，有关几百朵花都请阮秀莲的身躯顶来。秀莲去用圣洁翠佩遮大，心内想讲，哪会当有金的自由？这款慕容哪有算啥？阿爸阿母，我就烦恼，我一离开。阿姊就叫人欺负啊！迄少年阿嫂，敢真正只恶钱哈？对啊，真正问伊要看过咱囝无？佫敢讲无啊？世间啊，实在够奸啊！刚才怎无大事啊？行行，你来等。阿爸母，稍等下啦。有啥物话哦？等下再佫讲啦。阿爸、阿母，咱修行敢毋是为着要救世？嘿，啊你个死物！哎呦，好啊啦，你哦比恁囝佫不如呢。我嘛感觉遐少年哦，足可怜的，天天互伊阿叔苦到呢。嗯，啊，无安尼啦，囝，我吼来替你想一个办法，你讲好不？这种环境，哪有可能真舒服？因为上个月休假，阿玲两个是，啊是安尼啦，就阮囝来恁家插足几下工啊，是啦，所以今仔日哦，专工提这过来，要送我秀莲的啦，对啦对啦，那得遐功夫啦，你实在有够搞勒索呢，袂啦袂啦，阿姊。
秀莲小姐，你呀、哦，才照顾公家，我得算喽，是要来搭车呀？我秀莲阿叔啦，我代替伊收就好，阿多谢哦。秀莲啊，啊有人客来，唔得另外人跟人招呼。还是为了金主而来，所以外发跟定规算路，这下伊是有什么款的暗算呢？明仔在同这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戏说台湾》三喜王庙。为在金门了落这座三喜王庙，所以讲会变作当地民众所崇拜的喜王爷，一些原因都要为了落这座妈祖经来讲起。我们这妈祖庙吼，已经有差不多800多年了。我们这特别的所在就是讲，北京妈祖庙吼，伊无姓祖嘛，吼，我们这间有姓祖嘛，姓祖嘛就是被妈祖的妈妈的老母。啊，我每年吼3月23这天吼，这妈祖是上老了的。啊，就是民国19年的时阵吼，有足侪神牛来拜，来拜妈祖的时阵吼，因为这老水吼退潮嘛，啊有一尾鱼拜者煞袂记个游动去，两三个富人吼，听讲是掠顿来抬抬以后吼，这三鱼王吼全显性嘛，等于要出去算下对吧？结果老尾是讲阮乡里吼，诶王爷就去甲祭，等于甲做公正甲求嘛，全老诶阮家吼安到过境了对吧？哦啊，所以阮人甲起成标。